老公，站好！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、有计划的武装入侵。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，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。Chinese guy， 不要小看中国，当你遇到他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。告诉你，你们家到中国就一定出事！杀！ 杀人什么感觉？我没有杀人的感觉，只有救人的感觉。有人吗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这儿有一把M1911子弹，你头上。你他妈怎么救我们啊 ？Everybody, follow me. Lot, lot. 希望你们永远记得，就像伟大的民族，你永远不能抵抗。 I'm Chinese. 这世界很酷。